我老公又买了好东西，这是那个拔罐的，电动拔罐的，然后又是真挺好的，你看我老公啊，这拔的，对，直接那个啥。좀아파우리더스한3단계조절할수있는데지금이제일안아픈거10분있다가제가띠띠띠我们也买了一个，然后给公公买了一个。公公又来给我们整身。이거3이니까네여기이제저거야저여기뜬것만이거이파리뜯어버리고가서아치저거저뭐야이게저거해충약이야식구들다하나그아줌마도하나씩먹어야돼두번먹어일주일에한번씩먹고오늘먹고그럼내일아침에이거씹어먹으라고아침에그렇지네그럼많이그냥씹어서먹어이거박스는버리지말아라네알겠어요어네감사합니다어근데네出门大部队，天！我家老三都不用，自己就出来还扒着。有事情呀，买那里给我接着在演你。这个啊，那买那哪个是平爸爸的？我姐一天。哎呀，老积老积极了，出门。现在呢，有点累的呢。好嘞，嗯，别去吧，跟那二哥学。在玩呢。我在旁边玩。啊，旁边玩的。哎呀妈，也太帅了，儿子，干啥？干豆燃鸡的，我礼拜得吃。啊，我给你打个拜拜。哎呀妈呀，这儿子们，拜拜。哎呀，太帅了。嗯，拜拜。工作完之后呢，正好出来见这位大姐，我们认识好久了，她也是嫁在韩国，但是她在这边自己开了公司，正好也是物品的，所以偶尔的会见面。跟这个大姐一见面呢，就是很解压，浑身放松的感觉，所以很喜欢跟她聊天。你今天不要给我点太多啊，就吃个，没事儿，你都已经很瘦了，还想咋着？正好给你拿了一个这个，这个也行，这个我婆婆，然后她给她朋友，然后还给我表姐他们，全都用。羊太那个确实好使，你也用一下，就那么多护品吗？确实好使。这个反正我羊太素，听过吧？他在那个电视购物上老是有的嘛，所以你拿回去你试一下。今天来吃这个米肠汤，那店里小菜就是辣椒、洋葱、大酱，还有辣白菜。姐姐哈，第一次看他们俩，还在那见我们俩。我那里面没听过那个。在不在？你给。我那天天的屁股那回，啊，你说还在那呢？哎，老公中午吃了面条，然后我姐说中午喝酒，都说了好几次喝酒了，脸上一酒变成白酒，变成米酒了，整个瓶。这是我的米肠汤，好吧，撑着点喝。这完全成韩国人了，她老公也是韩国人，咱们一见面已经第二瓶了。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给他起公司的名字。我吃了一下，撸，这个是那个肉，肉皮跟那个肉做的，很好吃。我们俩住一个晚上，喝点酒，然后我周一回去，因为我周一又来首尔了，有一个，对呀，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看你那天又直播了，然后晚上好像又要直播，所以还是算了，算了，下次。上回中国了。6月份回去啊？什么时候回去？就几天吧。没有，他们放完假回来。他们就快放假了。什么时候？6月7号放假。那就是去待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没有回国那走之前要喝酒。哎，不对吧你？那灌醉一点。姐，今天大姐去嗨一下，见朋友。哎呀妈呀，嗨去吧，拜拜。好好嗨啊！下面给个귀여워지시는在里边啊，喝多了吗？没喝多，哎呀，你小看他酒量了。我们喝了3瓶吗？没喝多少。没有。大车，他反正感觉像多了似的。他有解酒药，刚才确实偷偷吃了解酒药。哎呀妈！怎么送给你啊？